好同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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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隔壁，隔壁，亮，把国亮接出来，快！ 跑同志，我们这里没有跑同的。你说，跑同志在隔壁。 隔壁是季常的隔壁吗？你去隔壁的房间。随我来。哎，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跑开吧！去去，干什么呀？这是。 哎，比武不输了，现在比刀。哎呀，这我只会用菜刀，这个刀不会用。嗯，会不会切饭？饭当然会吃了，这饭量还挺大的。会切饭，机会是刀。 日本建党的精神不是为了复仇，而是为了征服。
先把他送回去吧。道理无懂，但不知为何，我做不到。胸中总有一股怒气，做不到，还是不懂。我们来到中国，不是为了逞个人之勇，而是要做这片土地的主人。如何才能反客为主？知道吗？爷，不是让他们怕，而是让他们服。日本的剑道精髓不在于剑，而在于道。要做到不怒自威，不然的话，你无法征服这个源远流长的民族。嗨，伤，不怪你。藤山过来失足突然，但鬼作是一项怪癖怪症，大家小心啊！藤山君，心浮气躁，不得要领。回去换衣服去吧。我们出去散散心。嗨。